Yo, 我是羽毛，欢迎来到今天的 Roll 麦发誓。如果麦块发生这种事，嘿，没错，又到了每个礼拜的 Roll 麦发誓啦。今天的 Roll 麦发誓是什么呢？想一下哦，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如果麦块里面的生物都有奶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有猪奶，有鸡奶，有羊奶，对不对？当然也有牛奶，不过我们牛奶是非常非常的普通，在麦块里面的牛奶呢，就是有解毒，不是解毒，解状态的效果。你只要喝下去，你身上所有状态都会消除。而今天的麦块，如果麦块里面的牛奶变得超级 OP， 会发生什么事呢？嘿，没错，又是牛奶系列啦。那今天的目标呢，一样看看能不能打败中介龙。想到中介龙，就想到了会失败，所以今天会挑战成功吗？如果会成功的，帮我按下喜欢；如果觉得我会失败的，帮我按下不喜欢。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牛奶的话，就需要牛。不知道，我只有猫，没有牛，也没有铁。不过旁边有村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拿到铁桶。旁边有羊，旁边有猪，就是没有牛啊！有了，有了，牛在那，可以，可以，我们有牛了。那我们就先挖一些木头吧。那今天呢，一样是要打败中介龙了。我不知道牛奶会给我们什么 OP 的东西耶。最近在练 speedrun 练的有点苦恼，不太知道要怎么做。完了，我做错了，我应该不要浪费做斧头的，我应该先去找石头。算了算了，我们不要 speedrun 了，我们慢慢来。我第一步又做错了，哎，笑死！石头挖几块啊？我想一下啊。镐子三块，斧头三块，然后铲子一块，锄头两块，所以是三三一二，就是九，要九块。哦、OK， 练习一下，要九块石头。是不是镐子通常不用做啊？对，我这样多做一个哈，这样的话，这样子，然后。这样，我发现他们这个很厉害，这个死壁的，然后再做一个镐子。接下来去村庄，我没有听到铁巨人声音。S 哦，有了，看到了，打一下你。OK， 几个？三个最少的。听观众说，打铁巨人就是会拿到的铁就是三到五颗，哇，我拿到最少的，所以不用担心，我就是这么飞。好，接下来呢，事不宜迟，好不好？我们去找牛，来看一下牛奶到底多 OP， 有没有比其他奶 OP？ OK， 我刚刚捞了一桶牛奶，喝下去。他说你。不能，你 can milk this cow in 53 seconds， 就是你可以在挤这个牛奶要需要53秒时间。哦，我拿到了一个强力石哎、欸，哇，我们还有其他牛吗？是只有一头牛，我先做个吃的好了。OK， 我们这个小麦留一下，因为我想要小麦引过来。那边还有牛，我不需要了，不需要你了，爸爸。我们这样的话还需要一个铁，还有没有做打火石？我们还要找那个岩浆池，是什么 ？Inventory Multiplayer， 他说右键可以把你的包包扩大。哦，复制哎，右键可以复制。哦，这不是那个扩大，这复制哎。哦，一大堆工具，白痴哦，这样很烂哎，因为我现在没有东西，没有好。哦、不过我铁桶两个了，还行啦。我们工具也有，你知道，多一倍了，白痴哦。喝一下，我们刚拿到什么？又是强力，怎么又是强力？有三本强力弓了。
两秒，一秒，有了冰桶挑战。32颗黑曜石，哎，这边好多牛哦！你别跑，你别跑啊！这个捞过了啊，这个嘞，这个也捞过了啊，这个嘞，这个没捞过。我拿到什么？附魔金苹果，太赞了吧 ！OK， 这还要30哦，那边好多牛，好开心啊！终结珍珠，我们快不用去地狱嘞！等一下啊！那我干脆，你知道，牛牛啊，你们下来好了，你们一起下来，你们一起下来。啊，小心不要摔伤哦！哎，不要摔伤哦，这边很危险，慢慢来，慢慢来。啊！好，把它关起来，可以。来，我这边有这个。有稻草捆哦，有好吃的食物哦，来，进来 ，come here， 太胖了，两只牛太胖了，哎、欸，你们两个，先喂你们两个好了，你们两个快生，好不好？送子鸟的礼物，进去，啊，怎么换大牛跟小牛在卡？你们是故意的，是不是？开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压榨他们了。嗯，我们开始压榨。嗯，还有你。嗯，我们拿了什么？哇，绿宝石方块，哎，效率，哎，然后还有什么？经验值瓶。哦。好爽啊，好 OP 哦。Hello， 各位村民，你们会交易吗？不会。你们这边都不会交易，师伯。你们好废哦，师伯。哟，怎么办？我绿宝石没有用了，绿宝石送你们啦，好不好 ？Take it ball。刚旁边有看到峡谷在这边，对不对？什么？下面有矿坑哎，那边有些铁。嘿，捞个水。嘿，挖个铁。这里是我刚刚看到有毒蜘蛛。没事，毒蜘蛛不用怕。啊，我怎么这个打开？我不去把这个挖掉是不是？哎，它在推过来，推过来一点。好烂哦。毒蜘蛛啊！没事，魔物猎人 ，OK， 有些铁，我们铁其实不用那么多，其实铁我们够了。牛牛，我来了，牛牛，快，捞牛奶，快捞牛奶！还有哪一只？这一只还没捞，还有哪一只？那一只中间那只还没捞，你别跑，你的奶都是我的。看有没有什么附魔台无限呢、欸？效率又有一个绿宝石，我们有12颗中介珍珠了。不过我们好像是不是没有那个啊？没有，烈焰感呢、欸？我们挖一些石头去那个做熔炉，又可以拿了哦！我拿这是玉髓锭，我拿玉髓锭哎。快！你的奶都是我的，哇！我的角色是要喝到拉肚子啦。哦，这捞过了，还可以喂你们吗？快！生小孩！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哇、哦，冲击是什么 ？What is 冲击？烧铁，大火石做出来了，火焰呢、欸？哎、欸，黄金方块、欸、，OK， 又捞了一波奶，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复制 ，OK， 我们有复制了，还有什么、啊、复制？我们可以复制中介珍珠，我们的黑曜石已经太多了。
我的钥匙已经太多了。 OK， 拿到一些铁，铁簪还铁针，我不会念。 OK， 那我们要做什么啊？锋利，我们要附在剑上吗？冲击，冲击是附在哪里的啊？我们还要弓耶，如果有弓的话，我们弓需要线耶，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弓啊？我又拿到一个了，附魔书，锋利石，灵魂疾走石，太爽了吧。哎，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弓啊？强一点的弓好不好？养牛也太好养了吧，我们其实没过一阵子牛就变好多哦。锋利保护，灵魂疾走， OK， 喝药水，我又多两颗星了，四个面包，舒服，丢个经验，赞啦， OK， 没了，来吃饭吃饭，来全部吃饭啊，吃饭，加崩加崩加崩啊，有都吃了吗？吃饱了哈，好不好？吃饱就去睡觉啦，好不好？吃饱睡觉。钻石，然后我们的超多黑曜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付那个嘞，我们可以付撰稿啦，撰稿，所以啦，撰稿之后我们付效率，付效率吗？效率啦，可以挖超快、欸。好爽哦！哎，五等而已耶，我在搞了。好啦，那这些都垃圾啦。哎，你怎么逃狱了？我们来捞最后一波，好吧？捞完就是地狱。去地狱，我们去找那个堡垒，我们就可以做中介珍珠了。中介之眼不是中介珍珠，中介珍珠我们有十二颗了。希望再给我一点啦，有吗？哦，没有欸，就是没有给我什么啊？经验品，我不需要经验品啊。经验品我已经还行了，隐形药水、加速药水也不太需要，还有什么绿宝石也不太需要，青苹果 ，OK， 我们有两颗苹果，金锭保护，有没有保护哦？保护的话，我们做一件裤子来保护，保护好了。做一件裤子不够，头啊，做个头来保护，保护，保护有比较硬吗？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没有比较硬？哦，我的黄金靴穿一下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地狱了。去地狱还要准备什么？电的方块，黑曜石，好吧？中介的珍珠我们还需要一些，十二颗其实不太稳，不太稳。好，我们终于可以去地狱了。OK， 我们来到地狱，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坐标。哎、欸、，OK， 这个稿子真的不能打、啊。碎啦！旁边就是堡垒，我们看看我们的坐标，坐标是 298， 我们坐标怎么在那么远啊？ 298-68310 欸，这样的话，哇，好像数据没有记，不过我们可以垫过去。没有箱子，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好不好？你打不到我的，打不到我的啦。欸，这挖好快啊，挖好快啊，挖超快的啦。不要我的金锭吗？我这么可爱。哦，有了有了，他们拿了，他们拿了。好痛好痛，我其实很痛。OK OK， 你们快看，你们快看。看我这个金苹果。他为什么会捅我啊？我什么都没做啊，还是我因为打他的关系、哎、好痛哦、啊啊啊啊啊啊啊、
直接切洋葱，哎、欸，魔线，太棒了！嘿，嘿，好，这样就安全了，这样就安全了。捞一些好料的，抗火药水，这个不需要。好料，灵魂疾走，穿一下好了，把它换成灵魂疾走靴。哦，还有这个哎，干嘛、啊？哎、欸，给你啦，不要生气啦，好不好？是不是？有了，送一珍珠。冲啊，走了！啪啪啪啪！我灵魂急走，你打断我的。OK， 我们可以回家了，先回去好了，回去附个魔，哈哈哈。八八八，我们等一下再去找堡垒武器弓，有了，我们有弓了。好，然后附魔弓，附魔的话要无限，好，附无限。好，然后再附强力，是强力吗？六等，可以。火焰，哦，我们火焰呢、欸？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哦、我们食物本来就很多，我想说要不要弄一些火焰，这样食物就够了。 OK， 接下来都是垃圾，那我们最后一波，真最后一波牛奶。 OK， 全部捞完了，看这次的丰收作业。嗨，哦，又有一些中间珍珠。 OK， 哇，经验瓶，又是经验瓶，这样我们又可以附魔了，白痴哦！这样我受不了啊！我们又可以附魔了啊！还有什么立即哦，又可以加薪了哦，舒服。然后抗火药水，等一下可以用保护，可以。我觉得我变得很硬了。好，接下来就去找烈焰杆吧，我们要找烈焰神。地狱堡垒的话，我们刚刚朱布林的家在这边，对不对？然后看一下坐标的话，我想要往这边走，看看可不可以遇到堡垒啊。然后我忘记一件事了，坐下船，这样会比较方便。OK， 然后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放这边。好，我们看一下下面哦，灵魂机走有点快。我被控制不住啊！哎，他是什么？他说可以生成一个奖励的箱子，哎，哎，我们下去的时候生成一下看看。冲啊 ！OK， 奖励的箱子是什么啊？好烂！好，有些木头啦，干嘛？还敢跟我对打、啊、我直接把你嘟了、欸、对不起，我忘记了我有什么，我有弓箭啊，直接射烂好不好，直接射烂，谢谢大家。我差点我射下去差点我就要死亡了，死亡边缘。哦，这边好高哦，很可怕哎，下去会不会死掉啊？冲啊！可以，没事，有点危险。哦，啊，我们继续往前方走。有了，失忆了。果然还是有练，有在直播上练习一些小技巧，还是有差的。至少找东西的速度快一点了。OK， 可怕的要塞，接下来是找那个中介，不是中介，烈焰杆。听到了。水哦，在哪里啊？这里。
跳跳，怕不怕 ？OK， 一根，我们要。怕不怕？哦，我们两只，三只，我们三只三根，是啊，四只四根，四只四根，我运气也太好了吧！打不到，这个打不到，五只五根，哎、欸，我是，啊，没有了，六只没有，六只六根，现在五只六只五根，七只六根。六二十二，我们再一根，哇，这个没有。我们现在打八只有六根，好扯哦，这运气。哎、欸，没了。哎、欸，完了，我们真的是打不到。前面运气这么好的说，现在一根都没有。哇，怎么这样？哭了。哎呦，我前面运气这么好，是不是运气好？不能说自己运气好啊！为什么没打到？有了，有了，有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打火石，走了。吃面包。他怎么在海上？啊，我怎么回来都在海上？哎、欸，怎么都在海上啊？白痴哦！好，然后先。那个方向是不是 ？OK， 你出发吧，出发。基本上在海上应该都是不用做确认，就是不用用中介之眼做确认吧。我应该记得没错，因为中介祭坛在海里面应该会很好发现，所以我们到陆地上的时候再确认一下位置，确认一下，一样是往前，好远哦。OK， 往前走，往前走，来到沙漠了，还在前面，怎么都在前面？这个好远哦，虽然好像都是这么远，怎么又有个村庄啊？我们又看到一个村庄了，这边应该会有牛吧？不过我已经捞一些水了，不然等下打中介龙的时候，上次说不要水桶，然后就马上被拿去地球上头，摔死，还是？要点水桶比较保险。往回走了，往回走了。是要是要往回了，就在这附近，竟然在一个村庄旁边。啊，如果……啊，也不对啊，回来的时候也要回来这边才对。如果村庄从在这边，然后我去地狱，地狱旁边又有堡垒跟猪猪的家，回来的时候中间就在旁边，那不是我超猛？Speed run 第一名，有了有了，看到了看到了，这是一个超级失误啊！隔墙有眼，进来了进来了，我进来了，太扯了太扯了，啊这边，哦睡了，找到了。差一个，竟然差一个 ，OK， 再垫过去，往上挖，我的中介之眼剩三颗 ，OK， 射不到，太久没射弓了，有啦。哎、欸、哎、欸！你是不是完了完了？快走！你是不是想给我中介之眼？中介珍珠不是中介之眼？我没有要看你，我在看前面那一个，好不好？你们不要……哎、欸，我射不到啊！射不到啊！我障碍啊！我被凶了，我被凶了！
哎、欸，怎么没上去啊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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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进行，这样就比较好射了吧？这样就比较好射了吧？哦。射不到哎、欸，哎、欸，有了有了，再高一点，有了，这火焰是没了的意思，对不对？那边还有两个，它下降了，我先丢这个好了，欸、行行行，有了有了。行 ，OK， 你先啊？为什么还有火焰？是表示还有是不是？搞屁啊！没了吧？你可以下来了吧？我都射完了呢。好，我都射完了，你可以下来了。射龙我就比较在行了吗？完全射不到。哎、欸，射到了，我好厉害！哎呦，他下来，他下来了。这时候是炸床好时机，可是我没有。哎、欸，哎、欸，哎、欸，哦哦哦！啊，没中。行啦，用我的无限强力攻。把你射烂！我们的超 OP 牛奶生存结束！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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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怎么还没死？结束了吗？哎、欸，你不能结束，结束了，耶、yeah ，成功了！哇 ，OK， 那今天的这一集。超 OP 牛奶，谢谢牛牛的赞助，好不好？谢谢牛牛们的赞助。那我们下一集如麦发誓，如果麦块发生这种事，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